心安一半，咱的分天注定，唔通大声细声讲话着爱听，听无的人才会好命。不管柴米油盐，也煮饭洗衫，为着你我拢甘愿。假使会当对我真心袂变卦，好，我一心决定跟你行。歌也是一样没毛病，水就是美声，而且呢，有当下用低音来个看到管，卖用硬撑硬尖的真声来唱，这是对的。你要用低音来度过你的变声期，有当下用低音装饰一下，让它过去，一样整首歌会很好听。你今天展现了这样的功力，但是今天讲的是初恋的主题，初恋你无，你没有。所以整首歌只能讲你顺顺的唱下来而已，可是感情面我们感受不到那个画面。其实唱歌尾音你是可以营造的，平彦你绝对有那个能力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平彦，老师，平彦这个歌也是唱的蛮好的，只是说因为七老八十离你真的太远了，就是你年纪还很小，阿德老师可能就比较有感觉。然后就是你唱这样的歌的一个情绪，你的对象啊，就是要有一个对象。那你现在感觉是你很完美的把这首歌唱完。那另外提醒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，就是你唱到一些鼻音的时候，比方说或当有没有，或者是宽，你太早到鼻音了，你了解我意思啊？撸来撸当，应该是到最后收的时候才回到鼻音。那你太早，就当就在那边等。这个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